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联合健保资讯服务中心罗纯宇，今天要为大家讲解联邦医疗保险参加资格。Medicare 是美国联邦政府所提供的医疗保险，参加资格为65岁以上美国公民或居住5年以上的合法美国居民，具有残障资格或特殊资格者，长期洗肾者或换肾者。只要具备以上资格，就可享有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计划。你可以就近的 Social Security Office 申请，也可以上网申请。不过，传统的联邦医疗保险并不能承保一切，有一部分的费用仍是由受益者支付。因为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是美国最大的健保计划，是比较复杂和难懂的。联合健康保险亚医资讯服务中心为您解答联邦医疗保险的疑问，帮助您了解各种联邦医疗保险计划，协助您搜寻额外补助来帮助您支付费用。我们也备有免费的中文版联邦医疗保险问题解答指南，欢迎大家来电索取。联合健保为美国超过3800万人提供服务，我们提供医疗保险已超过30年历史，更致力帮助我们900万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会员获取更多的福利。联合健保亚医资讯服务中心为大家解答所有联邦医疗保险的问题，帮大家选择联邦医疗保险计划。中文服务专线1-800-382-9176，个人专线6-26-537-3023，欢迎大家与我们联络。